是悟空吗？师父，师父，弟子等候多时了。哼，你这个猢狲，深夜不去睡觉，到我这里干什么？师父，白天打我三下，关闭中门，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。师父，师父，您就教我些真本事吧。念你虔诚好学，就传些道术给你。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，分为两种，一种是36般变化，一种是72般变化，你愿意学哪一种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弟子愿学多的，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。好。